在入境台湾的时候拿到了这个 COVID-19 的抗原快速检验的套组，这个盒子今天是防疫第十天，收到了简讯说今天要做检测。这个盒子里面有检验的套装，打开检验套装，里面有说明书，有一个检测棒，还有一个检测瓶，在铝箔纸袋里头是有检测盒和一个准备丢弃废弃物的塑胶袋。我把从左右鼻腔采集的样本放在检测液当中转了三圈，静置一分钟，然后再把样本以及检测液充分混合，把检测液滴在检测盒左边的凹槽当中，滴了三滴。过了十多分钟，检测盒的右边的方槽出现了线条，线条的位置是在 C， 表示是阴性反应 negative， 没有得到 COVID-19。 祝福大家健康，我是伊若芬。